就此拥着最
爱归家，生活别过分地童话，故事怕写断过主落下，没有需要鞭策，流水很清楚，卸下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运，这趟旅行若算开心，亦是无负这一生，水点蒸发变做白云，加花飘落下又生根，淡淡交回过，各不留下印，流水在山谷下再次分叉，情感正化作淡然优雅，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，为何为天降的气下泛过一点浪花，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花，为故事下文牵挂，要是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，学会洒脱好吗？流水很清楚，卸下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运，这趟旅行若算开心，亦是无负这一生。所以可能好少嘢對於呢班天使管理員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成就。咁但係我哋有一樣嘢係唔夠佢哋勁嘅，佢哋因為
他们很懂珍惜任何的东西，他们很懂珍惜任何的事，任何的发生，任何的成长，任何的生命，他们很尊重生命，很多谢他们。还有他们重要什么？他们重要陪着他们的小天使一起去面对外界不同的一些眼光啊，一些语言这样。他们捍卫着一些看似很脆弱但其实很强大的小天使，所以我们都不要吝啬我们的掌声，我们一起热烈给掌声五万天使管理员，开心我们。这个世界如果有时光机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是选择乘坐时光机回到以前，唉，从头来过，从头来过。但是那没有了，真的没有时光机了。如果有，我觉得我直觉上在这个 moment， 至少在这个 moment， 这班天使管理员是不会回到以前。因为刚才都听刚刚我家长说过，珍惜现在拥有的，因为我们至少拥有的，所以他们已经拥有了，拥有了，他们很珍惜的东西，他们不会回转头。所以既然是这样，又回不到转头，又没有时光机的话，送给大家时光机。若到我想，从觉依恋，重遇你。